永不会变。每个女人都会。我叫刘俊成，我要跟我女朋友陈淑仪求婚，掌声鼓励给我们的男主角一下。也可以一起度过十个生日，然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想在今年的生日里面，我想送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那就是你今天以后的幸福。这个礼物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不容易，但相信我，我一定做得到的。今天感觉很不一样。然后也很感动，然后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很用心。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然后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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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女主角的答案是。我愿意。好，恭喜你。